第一式预备式。他这个手来的时候一定要喊画，画以后在这画的同时捧怎么捋这个肘往下压压，就形成了预备式的用法。第二式领落，对方从你的左侧一拳打过来，这个右手一定要上捧，上捧有刀腕，这个刀的话，它这个拳打捧在上面，肯定有一种捧，有一种刀，在刀的话，告诉它的力量打的是要旋转，要旋转，在旋转的话，刀住，这个手往下。这个身体过，现在不能以手，手的动作就很慢了。天机，天机得两个胯，两个胯才能成为天机。这样他这个力量打得很猛，过了这样一阵快啊，这个握住就握下来。第三是翻掌，对方打来的时候我要上捧，上捧的时候刚好捧住他这个身体，脚飞起来打到他这里，直接把他推出去，直接推出去。第四是揽擦衣， 是对方抓住你的左背，我抓住你这左边，马上肘，我的肘扭转他这个肘的方位，扭转肘的方位以后压下的同时发力，用外掌发力，你这样托在他的左肋下，这就是打的肋下掌，打的肋下掌。第五式如风似壁，这个如风似壁的用法是让对方刚才打的没有发出去以后，力量猛，卸身，以膝打裆，随后放了出去。第六式单边，我打对方一拳，被他拧住，下他的同时。双掌合力往前粗步打过去。第七式领落，其实就是对方这个一拳找胸脯打来，就这你刚才的有你这个手同时这个刀掌一握的时候放出去，这个为领落。第八式白鹤亮翅，对方双拳打来，来，我上捧，我双手托他上腕，双手托他上腕，飞左脚打他的胸脯。打出去，这个他来的是一定要由下向上推起来以后再张出去，脚一定要打到他的前心。我的双手被他双手抓住以后，
我周身嫩扣，周身嫩扣使他的虎口的拇指受伤，拇指受伤，拇指受压下来以后，双手同时解脱，同时解脱，同时解脱以后，两肘与胸前碰去，胸前碰去，这就是是打的时候一定要抓到含绷，含或绷的动作。第十式开合，右背背塔卡死，卡死，我以我的右手斩他的后膝，或用我的右掌的掌指卡住对方的虎口，虎口拇指推向他的后膝，以我的两个胯，左这是右胯或左胯的绷变使对方破地。第十一式琵琶式，对方的右手打到你这个面部，因为出手先占迎门，这是太极最要命的地方，我要左掌嫩扣下压压到胸前，压到胸前是用手画是画不掉的，只有身体的转换，身体转换刚好使你的右拳打在他的前胸，让他倒地。第十二式楼膝腰部，是被对方卡住你的左手，被他卡住你的左手，被他的掌卡死你这个右肘，下按，在下按这个同时，以你肩画，直接用你的左脚管住对方的后脚，在他吃力的同时，整个是个阴阳图，他这个是刚，我这个是柔，我马上变刚，他马上变柔，以他这个柔来化他这个刚，刚好整个是一个太极图的动作。第十三式上部十字手，对方右拳打来，我上手抓手腕，外旋，右脚踏在他的小腹上往外蹬去。第十四式楼膝斜行，右手抓我右背，抓我右背，左手抓缠我穴，抓缠我穴，抓缠，就是收穴，按掌，掌根按在他的右手指，吃紧右手指，左手解脱此穴，解脱此穴，穴含身，解脱此穴含身压他手腕。第十五式开合，对方拳打来，下捋右背打他咽喉，后捋下的话不要直捋拉的话肯定被别人拉住，那外旋往下
被打上，这个就是外旋内背。第十六式收回琵琶式，对方从侧面打来，我捧我的右手，捧我的右手，右手刀他的右腕，手左手托他的左肘，下压，下压，压压制自己的小腹前，压制自己的小腹前。第十七式楼西腰部，我左背左肘被对方卡死，他被对方抓住前面这个虎口，后面推住后膝，这个手右手左手已经丧失了任何能力，任何能力，他这个右手抓我上腕穴，拇指卡我麻穴，麻穴，这样卡的时候，对吧？刚好卡住，卡住，我刚要下穴松懈此腕，此腕以后以进一步以肘反战起手，这样退出，退出。第十八式上部十字手，对方拳打来，打来，我以外旋上领抓住他的脉搏，脉搏，右手卡住脉搏，上领外旋，用外旋上提以后，由你的右脚扎在他的右膝的内侧，外扎，外扎，外扎。第十九式楼西高岭落，对方拳朝迎面打来，我以刀化，刀化，刀化内缠，缠住他的手腕，用手刀起手腕，以背压起锤，锤顶，锤顶，右手手心长起肘节，长起肘节，周身下压，周身下压，下压，使他的这右手背扎断，扎断，旋断，旋断。第二十式束手解带，对方口紧，口紧我的双手和双背，双背，我外撑内含，外绷，使他栽落下地，使他栽落下地。这个刚好是一种砰，这个手势就是这样，砰，扔出去的动作。第二十一式伏虎，对方抓紧卡紧，被我卡住双手，外层手下托他阴部，就是翻滚，翻滚过去。第二十二式擒拿，右拳被他的左拳抓住，抓住，掐他的手腕，手嫩血拧他的手腕，拧压压，使他后翻地。第二十三式紫阴锤，我用拳被别人抓住，被对方抓住，抓的手，他要外拧，他要外拧，我就是只打阴部，往外打去，卸掉，卸掉对方的双手的力量，直接直取他的阴部。第二十四式迎面锤，
对方双锤直指面部，我用我的右拳背下压的话，有你的双胯嫩扣，直接进步，拳打。第25式肘底看拳，我的手被对方卡住，我的左手刀对方的左手腕，右掌托对方的左肘，嫩下压在你的左膝下。第26式倒撵猴，对方双手击我，我以松垮背离站扔过去。第27式白鹤亮刺，对方双手打我胸部，我双掌按起手腕下压插步后滚。第28式楼梯斜行，对方拳找面部打来，我左手勾挂，右手激起胸脯。第29式开合，对方困住我的右背，我以右背卸化，右脚勾打使其摔倒。第30式海底针，他的左手下拧，右手扣按，用你的左手挡住你的右背，我以心下化，下化化却力抽，右手照其面部打去。第31式闪通背，对方拳击过来，你以你的右手进步有一种嫩拳，这个锤打得来，进步似他这个拳上撑，右手接他这个肘，转身扔出去。第32式如风似壁，我的手被抓住，我内涵，以背上切其左手腕，以右掌上切其右手腕，在虚实转线姿势直接推出去。第33式单边，左手或左肘被他的右手或右肘卡死，我在他推我之时，我顺势倒垮，以你的手压他的肘，以你的肘压他的肋，向其倒下。第34式云手，对方拳打来，我以后仰姿势刀开对方，以左掌推他的肋肋下，使其倒地。第35式腰部，左背被对方压住，直接近身往下压，
进行这个左肘携在他的左胸前压下。第36式高抬马，对方这个手拧住我往后卸，后卸我肘打去。第37式转身，双手向下卸左脚踢在肋下。右拍脚使对方架开手踢起咽喉。再转身是把对方双手为我下拧，以你的肘击他的胸，左拍脚是以左手擒对方的左手按下他的左手踢他的咽喉。第41式双峰贯耳，是对方后包不马上以肘击前胸，这前胸扇开打他。第42式旋脚蹬根。第42式旋脚蹬根是对方上面用锤打来，我即旋转顺势从肋下蹬出一只脚来。第43式三步锤，他这个锤只打外胆以后这个脚踏出去。第44式青龙探海，是我被对方抓住我的前身随着他的身体往前探，但是你的左胯绷起来，使他从你的左侧栽了出去。第45式黄龙转身，我被压住以后，我以肘打他的右肋以后打他的右肋，周身翻转以肘膝打过来，肘膝打过来。第46式霸王敬酒，使我的双手被对方卡死，我以内喊绕个圈，他会趴的去，以他胸，以双手的交叉顿去，以你的腕力放出对方。第47式二气拍脚，双手向我打来，我即抓对方的双手，左脚踢，右脚踢起咽喉。第48式跳环脚，的这个左脚踢对方那个阴部，就在这个打的同时，打他的阴部，让他使他跟没有办法而存在。第49式分门桩，我的双手被他抓住，内外卸手退出去。第50式包膝，对方双手抓住你的背，外缠能拘住他的
双肘上举姿势，以你的左膝踢对方的小腹。第51式喜鹊蹬姿，对方双腿打来，下一握碰出去，但是这个碰出去的话，一定要以双手上领，拖住他的肘往前送，这个脚一定以脚跟吹往上吹。第52式鹞子翻身，上托打手，手点起了，顺势拧下。第53式阔膝，他的右拳朝面部打来，我的右掌上领，右脚提起来下。第54式宰客膝，他的动作和客膝一样相同，方向相反，以这个客膝以右手相碰，宰客膝以左手相碰，左脚相蹬。第55式眼手锤，对方双锤打来，我以寒化猛单打。第56式迎面肘，我一拳打去，被他拧，双手扯住，与他的双手折踩，我以我的左手，他在他的右手腕上，直接用肘尖迎面打去。第57式包头推三，对方的右拳打来，左脚踢来，这样遮住往后遮去。58式入风四臂，右背被他双卡穴位卡死，收身下压，直接压进去。第59式单边，被对方卡死，划过一肩，带手压去砸去。第60式前招，双背右背被他双手卡死下岸，我避其锋芒，以你的右肩击起胸部。第61式后招，我的右背被他卡死，用周身压住，而且肘关节的穴位被他中指点住，使我半身发麻，这个右肩没有丝毫的活动力，只有从你的左手从你的右掌下捧出，以你的左胯的倒换力把人发出去。开始。第62式勒马式，对方抓我双手，我手往上
左右分称，看他这个手指，他抓的这个手指用你那个背把他这个手指给他卡断，这个手指朝外同时卡断以后，从胸脯等脚，这个叫拉马式。第63式野马分鬃，是以你的右背上棚向前进步，直接踏下去。第64式右高弹马，对方进他的出他的左腿，打他的右拳，你以右手上棚，左手右脚勾挂他的左脚，就让其栽倒。第65式白蛇吐信，对方双手捏住对我的单背，我往上引锤，直接举起咽喉。第66式玉女穿梭，对方打一锤被人家卡死以后，自己推他的前胸，而化自己的右拳。第67式转身揽茶衣，是对方左拳打来，我以左手外挡，甚是以右肘击他的后心，第68式如风似壁，我手被他强力下压，松手被压住背部，不向他朝后翻下。第69式单鞭，我的右手被卡死，是在未能化解之时，因为他的左手卡的方位使你难以卸肩，也难以松肩，就是卡住他的虎口或后溪，用你的勾手的勾肩点住他的乳盘，直接推了出去。第70式云手，他的双手过来，你以左手以手心或脚尖同时下压以后，以你的右掌踏在他的胸上。71式跌擦，对方卡死我，我以我的右肩上顶，右手在他的左肩上下压，左手推住他的右肩旋转，周身旋转下，这就是跌擦。第72式扫腿，他的锤打过上架的时候，以腿打他的双腿，使他没有办法站立，
平摔倒在地。第73式转身，转身是你在侧身走动的时候被他击过来，直接上按下压，腿直接打过去，直接打过去。第74式右金鸡独立，是他的右拳打来，我以我的右手上托脚提挂打到他的阴部部。第75式左金鸡独立，是以他的左手打来，我左手上抽，左脚勾挂。第76式双震脚，我以进来，他以他的右腿扫来，来以后我这个脚蹦起来，扎住他这个前脚，这个后脚的话，在他的这个膝上猛跺，这个姿势很凶，这个死人坐禅，别一般不禁用。第77式倒撵猴，是对方以他的右手右腿，他的右腿卡死你的腿，他以右腿，左腿卡死以后硬拖我，还我的两个胯倒地，以手你的左手腕刀住他的右手左手腕，以你的右手踏住他的右手，以你的胯崩他的胯，这样使他倒地。第78式白鹤亮翅，白鹤亮翅是以他的双锤打，你以手背同时往下压，压制过你的中线，双手合击，有退步或穿步的这些步伐。第79式楼梯斜行，楼梯斜行是以靠打人，这一靠刚好打到他的胸脯上，在他嘶喊飞喊的情况下才打他，把两手分开才打他。第80式开合，开合是以对方把你的手砍死丢下以后，以你的背到你的顺困住他的双手，把他的右肋提起来，以你进剑打他的肋部。第81式海底针，海底针是以我的左手受制以后，身体下坐，在他吃力的上棚子时，和含腰手下卡紧他的脚腕，往上撑，
撑，往上撑。第82式闪通背，闪通背是你的右手旋转上领，上领它的右手，以你的左手掌踏在它的左肋下，左肋下往上捧，外撑，外撑。第83式如风似壁，双手回收卸颈直推。第84式单边，是我的右手背扣，背扣没有点背它上撑，背它上撑，只有我用我的左手托住他的右手腕，上提出我的左脚踏住他的小腹上蹬，方能解开。第85式云手，他的右拳打来，我以左手接右拳，进右步，卡住他的左腿，以你的右拳的背。右背扎在他的肋下，以你的两个胯的倒动，扎断他的。第86式腰部，双手被人卡死，沉垮扎碗，双手按下。第87式高抬马，是对方叠扣你的左腕，擒住左腕，上身猛擦，托起肘，往下压断。第88式十字手，第十字手是对方的右拳打来，我以右拳刀碗以小背扎手，以左手上托下拧，以你的左脚掌向上砸去。第89式单摆莲，是手背对方的右手擒住，我以我的右脚侧扫对方的手腕。第94指当锤，我的手背全被对方卡紧，我只有以胯相迎，外合锤打起阴部。第91式领落，在你的胸前，他这个锤来时很凶，挡不住，捋到胸前以后外拧
使他的右腕露出，推他侧面。第92式翻掌。第92式，对方拳打来，脚踢来，我的右手拧手腕，我左背往前拖上，顺势抽出去。第93式乱插衣，对方扣紧我的右手，使我右手不得转动，只有从丹田发力，淬于掌心，以丹田发于掌心朝外推出，第94式右七星下式，右拳踏住我的右掌，这个掌力，力使人不得前进，只有斜步，斜步转垮往下，按下。第95式擒拿。对方双手抓我右背，我扣裆，沉肘，收，腹，用我的左掌，扣住，因为你这个右手一定要折掌，腕，手折掌，肘折腕，以你的双手踏住，打起阴部，第96式回头看画，是对方要打我的左背，扎他，的同时上画下打，第97式进步子当锤，对方的锤打来，我一背扎下，用锤直接打去。98式黄龙浇水，是对方扣，住往下按的同时，手扣住，搬起来，来使他转过去，第99式如风似壁，是对方卡住双手，我已把你的左手却成直觉，他的右手只扶住你的手腕，你用你的左手踏在他的左手腕上，以你的肘尖打到他的左腕，就是下来，第100式单鞭。
单边是他的左锤打来，打来左手，他的左锤打我于右手，拧腕左手，他的掌，他的掌，掌进步按下，进步按下。第101式左七星下式。左七星下式是双双扣死，扣死在顶牛的情况下，松你的左胯，松你的左胯，绷你的左腿，手双折，手双折，折，摔下，摔下。第102式擒拿，擒拿是对方抓住你的左背，抓住你的左背，你以右你的左背抓他的左背，由你的右背抓他的右腕，右腕顺势向下往上颠，往后搭，让死平死下来，摔到下面。第103式进步砸七星，进步砸七星是双手，双手被他抓住，嫩扣，嫩扣朝胸前打到他的面部，打到他的面部。104式退步跨虎，104式的退步跨虎，使他的右拳左脚打出，顺势往前倒过来，倒过来使他着地。第105式转身，转身是对方双锤打来，我以手脚同时牵动，让他甩过去，甩出去。第106式双百连，106式双百连是对方抓住双手，抓住双手，你以你的双脚脚嫩勾，哗，让它扔下去，让它扔下去，这是其中的一种，要扔下去。第107式搬弓射虎，是对方在后面包住，包住你，接住双手从外一闪，从左侧扔出去，从左侧扔出去，从右肩前扔出去。第108式领落，这是对方锤，这一个领落也叫黑虎掏心，
也叫黑虎掏心，对方拳旋转胸前打来，手你的左手以后上扬，上扬你的左拳挖紧挖紧，左脚前勾后脚，右脚后蹬，右胯上崩死拳，直接发出去。赵宝太极拳散手的解说108式到此就结束了。